多谢皇帝陛下的美意。好，那就宣召那些女子上来吧。皇帝陛下的美意我心领了，一定要看的话就看皇帝陛下为我选好的那个女子吧。大单于，你可想好了一定要先见那个选定的女子？是。宣，遵旨。宣王昭君上殿觐见。王昭君上殿觐见。宣王昭君上殿觐见。你知道吗？为了今天，你失去了很多，但是，也许你就将因为今天，被永远写在青史之上。这也许就是你将得到的吧。平身吧。谢陛下。王昭君，王昭君，你一直在朕的宫中。昭君曾作为叶廷代诏被选入宫，如今自愿请行，随大单于去匈奴。哎，这你去匈奴是自愿请行？是，请陛下恩准。这王昭君拜见呼韩邪大单于。昭君见过呼韩邪大单于。快快请起。昭君，我真没想到上天赐予我的正是我最想要的。云大哥，原来你就是。不错，我就是匈奴的单于。我真没想到
我们会在这里重逢，这真是上天的眷顾。昭君，单于，这就是汉家天子为我们匈奴选定的胭脂马，看见它就像看见草原上升起的月亮，瞬间就照亮了大伙的心。武禅木大叔，我为草原带回这样一位女主人，应该能够令大家满意了吧？满意，满意。